好，各位同心手机有没有关静音？好。在我们大家拢有听两拢一点这嘛哈，开幕的时候我们念这个？有啊哈，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第一条，台湾民政委主张是根据国际法理，和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占有台湾的所有权，美国总统占有台湾的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顺外国讲话，实现实现台湾地位的正常化，看得懂吗？看得懂哈。美国从去年四月就开始叫我们哈，我们要台湾地位正常化，用这个来当 slogan，哈，来把中华民国哈打的哈，让他们无话可说。为什么这样讲？我刚各位上一堂课我们有讲到。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英国流亡政府、呃，法国流亡政府、波兰流亡政府，他们要合法怎么样才能够合法？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啊，这个很困难吗？没有办法回答吗？再问一遍哈，英国政府在伦敦嘛，对不对？所以法国流亡政府不能在伦敦合法嘛？ 波兰流亡政府不能在伦敦合法吗？那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对嘛，这么简单，有很困难吗？各位被中华民国都教笨了哈，不会思考。要回到波兰就合法，回到法国就合法了嘛。那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要怎么能够怎样才能够合法？回中国就合法了嘛。所以他只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掉，他就合法了嘛。所以他不是刚刚那时候来台湾，他不是一天到晚要反攻大陆？ 不是嘛？现在都不敢讲了，因为他知道干不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嘛。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京又立了一个石碑，中华民国一九一一到一九四九，什么叫做一九一一到一九四九？你会看到啊、呃，比如说美国建国一八九五，类似这样，一八九五到后面有没有日期？没有了，因为美国现在还活着嘛。那、啊、中华民国嘞，已经灭亡了啦。 所以，啊、哦，这里你看啊、哦，呃、哦，他写一九一二我一直讲错，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九，建都南京，中华民国，会有这四个字，会有后面这个一九四九，就表示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才会有这样子。就像啊、哦，明朝几年到几年，清朝几年到几年，那中华民国为了要让它苟延残喘，啊、哦，它在台湾已经有苟延残喘六十九年了。 那个时候呢，他在台湾把所有的中华人呃把台湾人民改成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他把他改成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有抗议啊。所以那时候呢，美国总统也询问啊，询问菲律宾总统说：“那个蒋家一家都是贼哈，他们偷了中华民呃偷了台湾，那可不可以哈让他们这样子，全世界都觉得他们不公平嘛？台湾是日本的嘛，所以可不可以让他们流亡到菲律宾？”他流亡到菲律宾，大家都知道说流亡政府一直流亡嘛。 菲律宾总统说可以，但是你们说他们一家都是贼，所以呢，我们给他流亡的时间两天。你可以流亡到菲律宾哪里啦、啊？两天，因为两天可能就会很多菲律宾人民被你骗了，所以两天之后你要继续流亡，刚好又遇到南北韩战争，啊，又需要中华民国军队帮他打仗，所以让他苟延残喘到现在。台湾地位到现在有没有正常化？ 为什么没有？各位已经知道了哈。我们用很简单的跟我们的朋友、跟你将来事务官去分享，台湾地位到底有没有正常化？请问一下各位哈。我们常常去参加奥运，对不对？台湾有没有参加奥运？台湾没有参加奥运，没有台湾队啦，哪有台湾队？我们现在去代表都是叫什么队？中华台北队，对不对？为什么叫中华台北队？为什么？ 对，正式名称叫做 Ch exile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你去问很多英文老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知道 Chinese 台北，正确的名字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也就是说，这个奥运代表队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台北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台北队，它不是台湾队。 那既然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你们就会知道了哈，你们就会很清楚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过不了浊水溪，啊，因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它的管辖地区在哪里？台北，其实台北也不是他管的啦，他只是借台北当做他的流亡政府的临时所在地，他只是跟日本接个租个地方，那个总统府是日本的，所以他跟他租个地方当他的总统府，一起用租哎。 他、啊、用左一刀用，想说日本天皇拢没声音，他就用战的，归台湾拢可以讲起。台湾地位怎么样才能够正常化？台湾地位，台湾只要遵守国际法，遵守万国公法、战争法，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战争法里面有很多哈，战争法的汇编里面有很多，包括美国陆军野战手册，包括日内瓦公约哈，海洋公、海洋公约。 战争法里面的那个最高法院的判例，美国战争呃，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这些综合起来是战争法。请问一下哈、喔，这里面的条约里面哪一个是全世界的宪法？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宪法只要跟这个法律有抵触，以那个法律为准，叫做万国公法。满国公法只要各国的宪法跟万国公法抵触。 叫做世界宪法是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是唯一可以遵循的，全世界走到哪里都合理的。万国公法里面就很清楚提到，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占领如果可以移转主权，我都要干鬼啊！美国这边就多哎，美国打败伊拉克对不对？七日战争，各位知道美国风暴，美国的沙漠风暴七日战争是谁主导的？各位知道吗？ 七天的那个战术设计是谁？台湾人呢、欸？我们台湾的邱强啊，邱博士，他带领了国际的团队去设计沙漠七日风暴，七天打败伊拉克。他一打败伊拉克之后呢，他马上怎么样？在伊拉克设立民政府，因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他打败了，占领了伊拉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他让伊拉克的民政府去办伊拉克的民政府身份证。 三四个月就办了三百万张，那台湾为什么推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这么的困难？因为我们已经被骗了六十九年了，我们都以为诈骗集团不是诈骗集团，我们都以为现在的不是诈骗集团的是诈骗集团，不是吗？对啊，好复杂啊、哦！明明是诈骗集团，你把他说他不是诈骗集团，明明不是诈骗集团，你说他是诈骗集团，我也是一样哎、欸。 去年的一月，我爸爸跟我女儿说来上初级班，我說啊，是不是遇到诈骗了？连我都这样觉得。我想说这样不行，我要赶快来看一看，免得他们继续被骗下去。哎，来了，以后我自己也被骗了啊！我现在成为诈骗集团的那个一群那个领导分子，这样子，不是嘛？所以你会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守着。 国际法，我们守全世界都遵循的法令。这里要很清楚的告诉各位哈，中国人哈真的是超贼的啦。他们从以前，这个历史就要让各位知道哈，在康熙那时候不是讲说康熙他是一个很很很英明的皇帝，所以康熙那时候要死之前，他就送给他子孙四个字，害死了他的子孙。 叫做“永不加赋”，各位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永不家父“永不加赋”？“永不加赋”有,有这个有难写吗？永、不、加、赋。他告诉他子,子子子子孙孙，这是他死的遗言。什么意思？就是说，雍正、乾隆，你们都不能再为对那个所有的。 那个满清的子民去多加税，现在我定的税就是永远的税，你只要缴所得税就好了，其他的税通通不能加。中华民国有没有万万岁？他跟谁学的？跟满清学的、欸？那为什么满清会变成万万岁？因为他老爸嘛，康熙说永不加赋嘛。 雍正要打仗，乾隆要当一个什么十全老人。那时候和珅就很聪明啊，他说：“哎、欸，他会对他主子着想。我们的这个您阿公公哈、哦、不能加税，那我们哈、哦、很简单，今麦哈有人犯罪，犯了死刑，我们让他用钱来买罪。所以呢，几百万两西刑变变无罪，啊你阿无钱五万两，吼会变判十年啊就是。” 让他这样子哈、哦，越慢慢的哈、哦，就是国库开始有钱了，所以他们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全世界哈、哦、第一个出现的，啊、哦，这很有这很有趣啊、哦，叫做什么？易罪银。哎，你犯罪了，来我们来讨论犯罪来讨论呢，他多希望人家犯罪啊，啊，你敢偷天米，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不然要被要被要被打，要被割要割掉一只手。 没有关系，有没有钱？五百两，没有去借，给我钱就好了。有钱好办事。啊那个不搞呢？打仗要花很多钱，然后乾隆又要盖的圆明园又要花很多钱，哈、哦。哎、欸，圆明园是乾隆盖的，好像不是慈禧盖的，哈。好，反正他们一家都要花钱嘛。啊，钱不够怎么办？好、哦，没有关系。和珅说，我们官也用买的，啊、哦，所以胡雪岩可以这样子捐钱，捐到红顶商人哈。哦 所以他们那个在那时候就出现中国人最会绕口溜，嗯顺口溜，他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哪开狗班，高级别级知府哈？杀你叹几倍？好，五万两买一个知府，三年赚一,一,一倍，变十万两。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哇，他们就越来越有钱了。再来，哎，过路也要收过路费。好现在所以我们高速公路现在要收过路费。好然后房屋呢？” 哎，地价税缴完了，要缴什么？所呃那个什么地价税、增值税，啊、哦，然后呢，车子要缴牌照税、缴燃料税，啊、哦，你想要看到的什么都要税啊，营业税，然后并到哪里？嘿，你永远搞不清楚中华民国的税制，然后养了一堆律师。律师木姐靠宰东就后悔了。真的，我有我有同学也在当律师。对啊，这是他们从以前这样中华民国的文化，有了关系就没关系，没有关系要找关系。 这是真的呢。我们台湾有个教授，我们台湾有个教授，他到日本去做交流、去考察，啊，到日本去做那个研究交流。他到东京大学，东京大学接待他的是台湾去的教授。台湾去的教授，台湾人叫台湾人嘛，台湾去的教授开着豪华的名车去接他。那个教授就问他说：“哎、欸，当家不是就怕停车哎，你讲：“介简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嘿、欸，日本人就足哎。」 一讲是不能就戆的啦，咱吼、喔、先租一个车位，就会使买车。当家爱先有车位，再买啦。先租一个车位，先租一个车位，再买车。买了车以后呢，把租车、呃、把车位退掉就好了，啊车子就可以开了。哎、嗯嗯，反正东京吼、喔、很少交通警察嘛。你看东京这么大，全世界这么大的都市，没有什么交通警察。台湾的交通警察一交一大堆，还一天到晚出事，很奇怪吼、喔。东京没有什么警察。 交通警察，反正这样随便乱停也没有人会开单，所以东京开车很方便。哦，他学会了。过了半年，他又去日本考察，结果这次日本东京大学因为那个台湾去的大学教授没有空，日本东京大学派了一个日本教授，派日本教授来接待他。日本教授呢坐着地铁，啊，台湾教授就问他说：“哎、欸，你们东京哈？” 停车开车很方便然後他说没有啊、欸。东京日本教授跟他讲，东京哈很难，要先有车位才能够买车，好，他这样跟他讲，要先有车位才能够买车。你不用告诉安德海光啊。然后那个台湾的教授说，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台湾来的朋友，在你们东京大学当教授，他有教我一个 paper，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教你，你先买一个车位，把它退掉，再来就可以买车了。 先买，先买，先租车位嘛，再买车，再把车位退掉嘛。日本教授淡淡的，真的很淡淡的跟他讲说，如果要这样吼，我阿，我妈妈吼带在增卡，我会使在增卡买一台车，再把车开来东京，就好了嘛。我在这边底下租车位，退车位，我到在增卡买车。我在乡下,下买车，再把车子开来东京。日本人不会做这种不守法的动作。 这是从民族性哈，台湾以前的民族性哈，我们常常在讲台湾人哈，爱钱、惊死、爱做官对不？错，那是中国人在大渡王朝的时候哈，南台湾人跟荷兰人打仗起来嘛，跌钩挂太非常勇猛善战。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民族性。所以日本人来的时候打输了，我服你。你看你又你又真的对我好，我们开始建设台湾，好，我听你的。 所以才有兴盛的日本。那时候日本对台湾非常重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哦，派驻在台湾的是第十方面军关东军，日本最强的军队守着台湾。因为台湾是很他它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就是因为他对台湾这么重视，却害到我们台湾。说海底为什么？美国的军队那时候哈很怕日本军队呀、啊。自从偷袭珍珠港之后。 讲到珍珠港哈，你去看《虎虎虎》这部电影。当初三本五十六哈，他如果执行战略哈，美国真的搞不好打败日本的。第一个阶段，先把美国把军舰全部炸掉；第二个阶段，把它油库炸掉。但是呢，第二个阶段航空母舰回航，所以去炸他的航空母舰油库来不及炸，但是他也是惨兮兮的。但是因为油库没有炸掉，半年之后美国就又有就有钱又有船又有油，又可以。 反攻回来亚亚太地区，他那时候硫磺岛、中途岛一直打打过来的时候，哈，打到台湾的时候呢，他们的将领说台湾真的很强，日本最强的军队守在这里。他说：“那我们实施，就像中华民国这位讲转进哈，帕斯这样。”他说：“我们实施跳岛战术，什么叫跳岛？跳过台湾，直接打琉球。”所以害了我们。那时候如果他跟台湾哈直接这样攻占哈，打完了他知道台湾是日本的嘛。 马上会在日台湾成立台湾民政府，因为他一九四五年的三月二十六号跳过台湾打琉球，四月一号战争就结束了，五天琉球就不见了，他马上就在琉球成立，等一下各位就会看到哈，初级班上课一定要有的资料哈。好，我先把这个讲完哈。 我们缴税给中华民国，没有合法性；我们跟中华民国，我们去当中华民民国的兵也没有合法性。所以呢，对中华民国的殖民政权推动的事物，不合作也不配合。但是各位，要有一的心理准备，要有一的 guts，你可以不缴鉴保费，自费看医生；你可以不缴税，啊，跟他赌，就一直欠他，欠他到他落跑为止，啊。但是我告诉各位了，哈。 罚单要缴了，谁叫你自己不守交通规则？讲到这个哈，这是也是中华民国训，嗯、欸，那个中华民国训练出来。我们到国外去，我们最讨厌哈，遇到那个中国人哈，因为中国人都不排，都不排队的，真的很丢脸的，到国际上都很丢脸的，真的。那时候我都宁愿哈，我会日语哈，我一定不会说我是中国人，哎，我本来也不是中国人嘛。到哪里去他们都插队，有一个中国人到法国去留学。 这是真人真事哦、喔，他留学完了，法国巴黎第二大学吧。他留学毕业以后，那时候正要开拓中国市场，所以他的学历，嗯，他会中文，然后他又是法国巴黎第二大学毕业的，又是学商的，所以呢，很多公司对他都很器重，想要派他到中国去开拓中国市场。但是他去应征，他每次去应征，应征完了之后呢，刚开始人家都很热诚的招待他，到最后都没有下文。什么叫没有下文？ <laughs> 有一个太监哦，很喜欢找那个纪晓岚哦。有一个太监很喜欢找纪晓岚，说：“哎、欸，那个纪晓岚大学士，你跟我讲个笑话嘛。”时候纪晓岚就被那个太监缠得受不了。他说：“从前，从前，从前有一个太监，然后太监很高兴，哎、欸，你要讲笑话了。然后呢，下面呢，下面呢，他说下面没有了啊，讲完了。他就这样去应征，应征到最后下面都没有了。嘿，不是不是没有了啦，就是没有下文，没有下文呢、欸。他就有一次哈。” 一家跨国企业哈，他就很忍忍不住了，他说：“你们每次都这样子，都说很需要我一个中国的人才，为什么到最后哦都不录取我？可不可以告诉我实话？”他说：“可以，我告诉你实话，你来法国巴黎留学四年，这四年呢，你在我们的记录上面你有两次逃票的记录，所以我们不敢用你。”他说：“逃票，逃票算什么？为什么两次逃票就不用我？”他说：“我们看记录哈，你刚来法国一个礼拜，你逃票一次。” 你逃票的第一次，我们认为我们会把你当做哈，你不懂的法国的运作，因为法国高铁、地铁啊、快速快速铁路，他们只要自己去买票，自己进去，没有验票的。他相信你的人格，他相信你会遵守法律。你来一个礼拜，你逃票，我们哈被验票员在火车上的验票员查到了，我们会当做你不懂。我们的验票员还特别交代你到哪里去买票，到哪里去。 哎、嗯，刷刷刷那个票证通过，但是一年之后我们又抓到你逃票，你总不能说你不知道了吧？啊、哎，也就两次而已嘛。他说错，根据我们的经验，你被抓到两次才代表你有逃票上千次的记录，你一定通通没有买票。他说对了对了，我是没有买票啦。但是你也知道留学生嘛，没钱嘛，能省则省嘛，好、哦。 他说：“这就是找理由、找借口。我们要派你到中国去开拓中国的市场，我们呢可能授权给你一千万、两千万美金，让你自由去操作。你会逃票，你也会贪污。”他说：“难道就这样子去断定一个人的未来吗？他过去犯了一些错。”他说：“对，对我们来讲，操守远比能力来的重要。各位，将来你们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操守远比能力来的重要。” 你就算再笨，你不贪，大家可以从上到下，哈、哦，去好的政策去执行。就算你再聪明，你会贪，人民也得不到好处。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的观念，操守比能力来的重要。我已经出社会，哈、哦，我从七十八年，哈、哦，一九一九八九年出社会到现在。 到现在几年了？二十五年了，我已经出社会二十五年了。我看过太多的聪明人，反被聪明误。我以前也很聪明啊，对啊，我也炒过股票，做过期货啊，我也很聪明啊，该赚的钱我都有赚到啊，该赔的我也一毛都没有少啊。聪 <laughs> 明真的一时的，有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哈。 叫《诚信漂流记》，诚信漂流，他就那个作文的题目叫诚信啊，诚信。他们说诚信去搭一艘游轮，他用拟人化的诚信搭游轮，结果游轮哈、哦、翻覆了，他在海上漂着，握着浮木漂，然后远远就看到权力开着一艘小船救生艇过来，他说：“权力啊，权力，你可不可以救救我？”诚信说：“你绝对不能，不那个权力说你绝对不能上船，在我这里哈、哦。” 有了权力就绝对没有诚信，啊，有诚信就绝对不会有权利，所以你不能上船。好，然后呢，他就继续漂流。他过来就另外一个叫做名利哈，名利的人也过来。然后他说：“名利啊，名利你可以救我。”他说：“要有名要有利就不能有诚信，所以你不能上船。”啊，到最后他快淹死的时候，时间老人啊划着一艘船过来了。时间老人就把诚信救起来。他说：“诚信啊，就问他说：‘时间老人，你为什么要救我？’他说。” 经过时间的考验，才会知道诚信有多么重要。然后呢，回去的路上看到权力也翻船了，名利也翻船了。中央电视台啊、哦，中国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新秀哈、哦、主播叫芮成钢，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有名啊，他那时候跟那个呃、欸、大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叫骆家辉，对不对？他竟然在访问的时候直接问他。 骆家辉、骆大使，你们坐飞机？你们美国的工务人员不像我们中国的工务人员坐飞机都坐商务舱、头等舱，你们都坐经济舱，是不是？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美国人欠我们中国人很多钱，你那个土呢？哎，对啊，他就是这么嘿，就是大陆刻意培植出来的，中国特意培植出来的新秀，现在呢在煎熬里面，啊、哦，因为政治权力结构斗争啊，锐、哦、成钢，所以啊，诚信。 是一辈子的，诚信才可以让你走得长长久久。真的，我们要像日本人一样，你就可以信任他，他的商品，他的行为，他的说话，你可以信任他。要回到以前日本时代，一句话，You have my word，一句话就可以做生意了。现在我们开再多支票有用吗？昨天不是讲一个古董商，骗了高科技公司老板，骗了九亿耶。 那个高科高科技老总，高科高级高科技公司的老板，如果不是贪的话啊、喔，也不能这样讲了哈，因为他就跟他讲说、喔，哦，开远期支票让他有获利三成、欸，哎，两到三成，啊、喔，在大安区开一个古董店，然后这样骗一个那个高科技董事长，那个高科技的董事长，高科技公司董事长还有轻生的念头，因为被他骗了太多钱了。支票你会相信吗？以前我小时候哈、喔、有票据法，你跳票了要被抓去关的。 现在挑票有事情吗？没事啊，一天到晚扒乐票嘛。这个是我们要改变的，我们要开始改变那些观念。我们常常在跟像我们呃单位的同事这样在聊天。各位知道中华民国的教育跟那个德国的教育哈，真的差很多呢。我们中华民国不是呃中华民国不是说要教改，不是我们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说要教改。教改了二十年。 教改之前，两万多家补习班，他希望让大家学习更轻松，学习更独立，哈，小朋友学习更没有压力。结果教改之后，各位知道现在补习班有多少家？三万多家，哎，不但没有少，还多了五十趴。这要教改吗？以前教改，以前小朋友一试定终身啦。哈，那也没关系。现在小朋友啊，我女儿啊，大学就光真试啊，南北这样奔波，台北的学校真试，花莲的学校真试，高雄的学校真试，嘿。 结果呢？这样对那些弱势族群更没有帮助，这叫烦心吗？越改越大洞，越补越大洞。在德国，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超过一半在德国。所以有一个天才啊，小朋友是天才，他爸妈就带他到德国。德国的教育这么好，诺贝尔诺贝尔得奖诺贝尔组的夺得奖得奖组那么多，所以把他带到德国去。 练习去学习，结果呢？他去到德国，老师竟然只教他两件事情。他去的时候五岁了，五岁，老师教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叫做做家事，第二个叫做玩。他还跟老师讲说：“我我的小孩有有那个资优证明，他是天才耶。”他说在德国的宪法哈，小朋友六岁以前，只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叫做做家事，第二个叫做玩。 你知道台湾的教育现在哈，从几岁开始小朋友的教育，零岁。我们在学教育的哈，零岁就开始教育了，在肚子里面就开始教育了，哎，好可怜哦。哎，零岁教育，你小时候没有让他学习成长，让他学习一些去摸摸泥土。我我们那时候练习我们有带小朋友的那些辅导成长班嘛哈，带小朋友到乡下，有一个小朋友亲眼看到的，国小六年级哦，国小六年级从来没有出来过。 他到乡下看到牛，嚎啕大哭，狂流哭啊，靠咖就倒下来。我说为什么？一共，我们在学校看到的图片，那个牛都很小只啊，为什么到现场看牛那么大只？惊喜，吓到哭哎、欸，好像怪兽哎、欸，原来牛那么大只哎、欸。我還有一个，还有一个朋友的小孩，一起去餐厅吃饭，然后他们吃那个小卷哈、喔，吃完以后他们吞不下去。我说为什么？他说里面有东西。 啊，我说：“你们吃的小卷里面没有东西，小卷不是里面都有一条白白的那个，爱挑出来嘛哈、啊？哎呀，你妈妈拢个挑出来，再个蒸等去。嘿，甲挑出来挑好，再个规只蒸等去。所以因食拢无里底拢无物件嘿，嘛无屙屙，因食个规只拢屙屙嘛。哦，伊讲啊，里底物件。我说为什么？妈妈教得太好了，把里面小朋友的那个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挑得干干净净这样、哎，所以他们以为小卷里面是没东西的嘿。” 这是小朋友的教育，台湾对小朋友真的是溺爱啊！我们来看我们的，因那个回到那个正题啊，我们来看我们民政府必修的教材哈。台湾战争史里面，在台湾战争史里面的第两百，应该是两百九十五篇吧。 你看那个官网左下角，呃左左左边的中间，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左边中间有台湾战争史回顾。我们今天讲的就从台湾的战争史看历史的地位哈，里面就有这些一篇一篇的都有。明年去买台湾战争史，后面有买里面也会有。一九四五年的三月二十六号，美国打败了呃美国去进攻琉球。 然后呢，五天之后打败了，所以他马上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要成立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他马上成立哦。然后呢，经过七年的时间，到一九一九四一九五一年的四月一号。 它中间有成立很多啦，八重山民政府公谷古山民政宫谷民政府啦，哈，这些啊、喔，那美大岛临时政府，到最后成立琉球政府，琉球临时中央政府到琉球政府，这是有顺序的。各位一定要知道，台湾的架构也是一样。第一个，美国军事政府底下的台湾民政府，在底下才有台湾政府，不要乱跳。那个优先顺序如果搞错了，会差很大。 会让美国感觉到不信任。我们的法理未接，我们去协助军事政府，美国人说了算，因为他现在占领我们，在台湾实施战争法。所以中华民国为什么每次说他实施战争法，美国都没有批条？二二八战争法，哎，什么什么白色恐怖战争法，反正都用战争法嘛，一一言以蔽之。 所以，1952年的4月1号，七一七年之后才成立琉球政府。好，这是琉球，那各位都知道，现在琉球它有一个军事基地，哈，长期占领。古巴也有，它在全市有三个军事基地，哈，99年加99年的租约，哈，在古巴，哈，在琉球，一个在台湾。台湾的哪里？各位知道吗？金湖路100号。 内湖，我亲自去那边看过哦，真的，哎，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哈，因为我那时候就我就想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干嘛？听说里面外面都是那个台湾人雇的嘛，雇那些花花草草，里面是美国人在盖，我就真的过去，然后我就过去那边看，我就在他对面很仔细的偷偷看着，哎，我真的看到美国人从里面走出来，两个美国那个在，然后我看到了以后，他们一看到我马上回头又走回去这样，怕被我看到这样，我是真的很认真去。 研究他们到底有没有在那里？哈，美国军事占领日本琉球模式，哈，他是这样子：琉球列岛，琉球列岛的美国军政府设立冲绳民政府、宫古民政府、八重山民政府，哈，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设立琉球政府，这是合乎战争法的行为模式。所以呢？ 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台湾的模式应该怎么样？台湾美国军事政府设立台湾民政府，台湾美国民政台湾美国民政府再来设立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结果呢？麦克阿瑟将军第一号命令，他请中国军事占领日本台湾，所以呢，他有成立一个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要设立台湾民政府，然后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要设立台湾民政府。 有没有看到台湾省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有？有没有看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有？啊，后面有没有？下面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蒋介石来了。<laughs> 所以蒋介石是历史的伟人，还是杀人魔王？杀人魔王了啊！中华中华民国占领当局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号依照盟军协议得以分配占领日本台湾之后，他那天定为什么？台湾光复节？台湾有光复吗？ 台湾本来一直到从头到尾都是日本的，台湾哪有什么光复？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定了，下关条约已经定了，台湾都是日本的。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台湾又成为正式成为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台湾怎么可能会光复？我女儿到学校去，真的有跟同学讲台湾没有光复节，结果同学怎样？跟他比这样子、欸，他在讲真话，给我给我同学在吼，打枪，你们出去外面哈。 接下来你们哈，真的要常常回去民那个州政府，州里面去上专业的课程。政治局应该在每一个州都有这样的讨论哈，你们要让自己越来越了解。没有你去外面哦，一天到晚被人家比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这样子？你在讲真话、哎。中国占领当局分配占领日本台湾之后，没有协助被占领方的本土台湾人设立台湾民政府。 所以呢，本职为台湾中国民政府的台湾省政府，在战争法架构之内，有协助台湾民政府乃至未来台湾政府设立以及运作占领的责任，所以在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之前不得废除。所以李登辉说要废省，为什么美国说不行？只能动省。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号，中国殖民政权在美国当局的认可之下，代理台湾美国军政府继续占领日本台湾领土。中国占领当局没有设立台湾民政府，美国。 当局完全有立场，在亲自执行日本占领，呃，日本台湾的占领之后，依照战争法设立台湾民政府，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告美国赢了之后，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在美国挂牌。我们都有去日本、去美国哈，在那边挂牌设立台湾民政府。中国占领当局对被占领方的本土台湾人两面手法。 If disobey，如果不顺从，他会怎样？战争法占领日本台湾之后，那个不顺从中国占领军治理的本土台湾人，这些本土台湾人的精英，用战争法予以最严厉的惩罚，掐死一个五块钱。你顺从，解放中国台湾，将本土台湾人纳入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企图就地合法，将台湾并入中国，企图。 台湾将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实施台湾民政府跟日本成立邦联。在网络上有人这样说，那个上课的连修贤老师哈，不要乱讲哈。有人这样直接在网络上讲，不要乱讲什么日本台湾的邦联，谁在乱讲，将来各位就会知道哈。我可以在这里很清楚哈，因为在网络上都有攻击我们的、啊，我可以很清楚，中华民国他在台湾永远不可能。 就地合法，因为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因为中华民国要就要合法，只有到金门、到马祖、到平潭。告诉各位哈，在台湾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在福建平潭，盖的速度超快的。 你只要是台湾台湾在台湾的中国人，的第二代都可以到平潭哦、喔，他会让你在那边当他的自治政府的那个诶、欸、头头啊哈、喔，然后分配房子给你。所以啊、喔，在台湾的中国人，你在这里快要混不下去了，到平潭你还混得下去嘿，赶快去吧。好、喔，在金门呢，好、喔，我们有很多的诶、欸、高沙族群人也帮忙工作哈、喔。金门那里有在盖一个很漂亮的大楼，他们说是什么啊？诶、欸，金门的什么观光还是什么？它是其实是。 中华民国的行政长官公署，十二层大楼美轮美奂，也快要完工了。所以中华民国它的临时的治理机关，到时候他不用继续流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让他合法了，他回去可以再偏乡一隅哈，就像当初那个吴三桂哈统治那个南部一样哈，他让中华民国统治着平潭、金门跟马祖。中华民国可以继续存延延存存延下去。 但是台湾要开始走台湾的法理地位，台湾要恢复到日本时代的荣光。中国占领当局，本土台湾人不顺从，没有办法生存；顺从被视为认同中国人，中国人两面手法让本土台湾人进退维谷。这六十九年来，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自自己是谁。我们沦于政治炼狱，这是美国告诉我们的。我们告美国，美国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台湾沦于政治炼狱，哈。 因为我们逼我们去选举，逼我们去做一些根本不用、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啊，一直在欺骗我们，甚至把我们灭族，改变我们的文化，改变我们的语言。我讲到这个啊，真的是很悲哀啊。我我告诉各位啊，将来我们的母语是日语，对不对？哈，我们的国际官方语言是英语，还好我还会英语，哎，但是我们大家都讲北京话讲得很流利。各位，北京话以后不流行了，去中国可以去跟中国做生意了哈。啊，以后大学选修才会有北京话，嘿。 所以小朋友出生就开始让他学日语、学美语，现在都强迫我小朋友至少要学美语，哈，因为日本比较缺乏美语的人才哈。本土台湾人现在两手策略：一方面顺从中国占领占领当局实施战争法，不必要做任何无谓的牺牲；另一方面连接美日，致力台湾国际地位的正常化，跟中国切割。我们跟中国以后，我们就是我们像瑞士一样，我们就是中立国。 我们跟中国、跟美国，通通当好朋友、当贸易伙伴，但是要清楚，我们的根是日本。在十六世纪，大概四百年前，西班牙人、荷兰人经过了台湾海峡，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岛屿，他们说：“哦，Formosa。Form ”然后呢，他们就登陆到台湾，这在历史有记载。登陆到台湾，看到台湾的平原，好多的梅花鹿。 台湾竟然有一种长长的东西，然后可以做出来蔗糖，哇，好甜哦、喔！在那时候，欧洲蔗糖比黄金还贵。他看到一个宝岛，梅花鹿可以当他们的鹿皮，冬天可以保暖，所以呢，他就问：我要在这里打猎，我要在这里种蔗糖，我要缴税给谁？我要进贡给谁？然后呢，他们就跑去明朝，哦、喔，海边问那个明朝的那个知府啊、喔，地方官，哎、欸。 我很欣赏你们这个这块土地哦、喔，上面有梅花鹿，又有蔗糖。我们想要在这里做贸易，那请问一下，每年要缴多少？他说，十六世纪四百年前哦、喔，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地方啊，这个地方你要缴缴税，你要去进贡，你要去找日本的幕府将军。所以在四百年前，荷兰人、西班牙人他们在台湾做贸易，他们就进贡，每年进贡三万张鹿皮。 三万张哦，台湾的梅花鹿那时候真多啊，平原都是梅花鹿。原来是被荷兰人跟西班牙人杀太多了哈，所以呢，他们是进贡给日本的幕府将军。所以四百年前台湾是谁在管呢？日本狼啊？为什么日本后来日本后来会被中那个满清占占据占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实施锁国政策嘛。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人都他们的官员都退退回去他们的那个日本本土嘛。 所以他们一直历史一直很清楚的记载哈。各位如果要真正了详详细了解日本的历史哈、哦，呃，可以去买两本书，一本是我的爸爸写给我的《日本近代史》，啊，这有两本书，你上那个博客来都可以找得到，好，那两本书里面就写得很清楚。你要开始了解日本历史，不要再念中国历史。所以呢，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四百年前哦，台湾就是日本的哈、哦。我们不要做任何无谓牺牲，我们连接美日，让台湾的地位正常化。还有还有一点时间哈、哦，好让各位看一下军队哈、哦，美国的军队哈、哦，有人都说美国军队没有在台湾啊。 美国军队有没有在台湾哦？很多的下午的那个潘老师会告诉你，美国军队到底有没有在台湾哦？美国有没有实质实质占领台湾？这个我跳过去，很多电视新闻都有在讲啊。那个美国的飞弹送到台南去存，然后一年之后他又把它拿走。台湾的军队、台湾的国防部完全都不知道啊。军队，美国的军队并不需要在被占领地区存在以示占有，然后占领军必须能够有能力在领土任何地区迅速部署，实施强势权力。 伊拉克跟波伊拉克跟那个科威特在打仗的时候，伊拉克迅速占领了科威特。那时候中国就很挑衅，他想要趁那个国际局势动荡，想要来攻击台湾。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刻？各位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我在马祖北干，哎，我剩两个礼拜退伍。<laughs> 那时候在北干剩两个礼拜退伍，然后突然伊拉克跟科威特打起来了。我们的师长告诉我们，根据上面长官的指示，哈。 马祖北干，我们要死守。什么叫死守？就是没有任何的援助跟补给，哈，只要打起来，中国打过来呢，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后勤跟补给，就只能准备死在北干。好，因为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我听，我剩两个礼拜退伍呢，我干嘛跟他拼命？然后他说没有关系，你虽然是在准备放退伍假，但是呢，我们给你一把六五步枪，哈，二十颗子弹，你要留一颗给自己哦，哈，如果真的遇到美军，然后遇到那个中国大陆的军队，嘿。 那时候我真的剩两个礼拜呢，我每天就背着背着真枪背着实弹，然后去那个那个唐崎的那个街道上面去看 KTV，、欸、看 MTV，每天在看，每天就在想，哼，我告诉 A 都快退伍了，嘿，人家都回去了，我还那边等着，嘿，我真的不想死在马祖北干嘿，那个时候，请问一下各位哈，那个时候中国的飞弹到底有没有打过来？ 你去看李登辉的那个台海、台海那个台湾海峡的解密，就啊，美国那个飞弹有打过来，但是南北的各 F 二十二跟美国的航空母舰迅速把飞弹就拦截了。台湾的军队没有那么强了、啊，中华民国军队没有那么强。我们在马祖哈，我们每年有那个战力超演，每年每年他都有那个那个海军那个中国的大陆，他们有万船齐发包围那个马马祖北干。然后我们会有打那个大炮吓他们。我那时候就在那个炮兵哈里面。 我很清楚，我们那个叫两室洞炮，可以直接打到中国大陆，但是呢，我们只能发一发而已，哎，一发以后就变哑哑巴了，因为黄油会漏光光，哎，就打一发就没有办法再打了，哎，这个叫战力部署了两室洞的炮，哎，巨炮，哎，只能打一发，<laughs> 他只能打一发呢，就可怜呢，哎，当兵里面大家有太多事情可以讲呢，我们遇到当兵的都讲不完尤其在北干。好。 你也知道哈，当初伊拉克跟科威特战争，美国迅速部署在台湾海峡，阻挡了中国大陆哈的蠢动，所以美军完全有能力在台湾岛内任何地区迅速迅速部署。台湾即使没有美军驻在，也是美国法理占领地。这一点可以回答不知道台湾尚有占领事实的无知者，你们都搞不清楚哈，台湾真正的在很多地方都是美国在管，包括雷达站。 最后时间让各位看一下，日本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将台湾编入日本国土的一部分之后，各位如果看这些资料啊，你真的要看，你上台湾战争史都可以看得到，后面都有在卖了，里面讲的很清楚，你帮当做看小说，每天看一篇，每天看一篇就好了，一年之后你就跟我一样，也都成为专家了哈。就体制而言，台湾总督府应该立即改由适当的地方制度取代，而不负既有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尽管如此。 基于原本在台湾领土上既为既有政府的台湾总督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一号彻底瓦解。美国当局应该督促中国占领军依照战争法循最激烈之政权政变模式，在台湾占领地为本土台湾人设立一个民事政府。然而，美国当局却纵容本职为中国军事政府的台湾治理当局，在占领日本台湾误导成为“解放中国台湾”。他明明是占领，他不是解放啊、哦！他会这样骗你，技术性回避设立台湾民政府，模糊台湾的地位。 更明确的说，在你当局必须遵循在原本被占领领土的施行的法律，而有如其如有必要的改变，必须符合国际法所规范的要件。美国那时候美西战争占领西呃占领西班牙底下的属地古巴，请问一下啊、哦，那时候古巴是实施西班牙的法律还是美国的法律？我这样问各位应该很清楚啊，西班牙法律嘛。 所以，他占领日本台湾之后，他应该实施日本的法律还是中国的法律？日本的法律嘛，他都违法了。美西巴黎合约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号签订，美国陆军少将设立古巴美国军事政府，相对于美国在占领古巴期间采采现行的西班牙法律治理古巴占领地。中华民国在占领台湾，应该采日本法律而不是中华民国的法律，明显逾越占领国军事政府的权限。 哦，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机密的内容，都有讲到哈。还有，占领国不得将该国的平民人口放逐或迁移到他所占领的领土。那时候，我们很多的台湾人已经改成日本的名字，他就把他视之为日本人，要把他们赶回去日本。他占领台湾，他可以把日本台湾人赶回去日本吗？不可以。 结合军事占领跟政治流亡的中国殖民，经由大量中国难民移入日本台湾，改变当地原本的人口跟社会结构，导致当地的民族特性消灭，还有语言消灭、文化消灭，这很悲惨呢！这是六十九年来就是这样子，我们被中华民国消灭了我们的语言，消灭了我们的文化，消灭消灭了我们的民族特性，改变民族特性变种。 违反国际法，就像灭种一样。占领国不得强迫受保护的人民在其武装或辅助部队服役，以致成为自愿入伍为目的施压或宣传也是被禁止的。所以，台湾人可以去当自愿意的士兵吗？不可以。台湾人可以去当义务役的士兵吗？也不可以。可是我们都做了，以后都要跟美国军事政府要回来。 上述的占领法则可以知道，中国殖民政权在日本台湾占领地及依照目前的征兵制度的义务义，甚至未来募兵制度的自愿义，都是违反日内瓦公约，完全违反。日内瓦公约真的很重要，像现在很多的国家，包括克里米亚哈，他们现在都呃，现在那个乌克兰，他们都在寻求日内瓦公约去制定。叙利亚啦，很多的国家哈，像这些日内瓦公约就是万国公法里面的一个条约。 我们大家现在开始回去，好好研读我们的战争史，让我们的专业越来越丰富，让我们一起来把中华民国赶离开台湾，这样好不好？谢谢各位，谢谢。啊，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下课休息十分钟。